有一套黄色内衣，然后它是透视的。我是人间水蜜桃，他们都没有。流星雨很正，但他私下超脏的。多脏！真的是不穿的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我想一下，看一下，毕竟都看过他们素。落差最大，必须要攻击又不会受伤，我只好攻击林湘了。啦啦啦，都这样啦。欢迎壮壮来到 Vito。大家好，我是全明星第四季黄队的队长壮壮。壮壮的快问快答开始。第一题，十个字形容自己是锅底的心情。伤心难过，怎么都没有想到我会是最后一名呢？你这样有十个字吗？超过了吧？超过了！一次，十个字，十个字。伤心难过，大家不要再骂我了。好，第二题，跳舞跟跑步哪个难？两次喽。跑步。那跑步跟游泳哪个难？跑步跟游泳，游泳。你当你的脸书跟 IG 的粉丝数加起来多少呢？90万，再多一点，太低估自己了，低估自己了，总共有将近95万，95万，对，写在这里可以多换几套衣服，20套吗？哇，很多哎、欸，是吧？让我自认最厉害的一套，是那个有一套黄色内衣，然后它是透视的。我是人间水蜜桃，他们都没有。去 KTV 的时候，你属于想卖大麦型、带动气氛型，还是吃肉然后喝到挂的类型？我是带动。说出自己三个缺点。拜拜。哦。容易心累，心软，爱哭。如果有一个可以改造自己的机会，你会想要改造哪个部位？腿。为什么？我想变成飞毛腿。林湘和 Yuri 二选一。这么刁难。林湘，因为他是我们黄队队经理。哦。救命！但是我们上次好心好累啊。我们上次问林湘这个问题，他好像选另外一个人。选一个吗 ？Yuri。林湘。豆干兄弟二选一。三，手抖，我是怎么对抗？我都爱。好啦，不要为难你。对，乐天跟黄队二选一。乐天跟黄队，我也都很喜欢。这个就必须要选一个了吧？不过我们快没有球了，这么快。我现在在录《全明星第四季》，所以黄队我很爱他们。张孝泰跟洪尊二选一。是帅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运动表现？第一直觉，歌舞笑菜。那你知道会不会跟林湘撞菜？你知道他也喜欢歌舞笑菜吗？我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你会撞菜？不怕，因为我们各有特色，那就要看歌舞笑菜喜欢谁。歌舞笑菜，那歌舞笑菜跟郭哥，郭哥。那我们郭哥最常说的一句话，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在喜欢的人面前放屁，跟在喜欢的人面前发酒疯，哪一个比较丢脸？发酒疯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做过最丢脸的一件事？就是发酒疯吗？发酒疯。所以直升机的时候有喜欢的人在场吗？有。我送你们回家。爆料一个黄队成员的小秘密。流星雨很正，但他私下超脏的。多脏？就是
下次有机会去拍他的车子里面，你就会知道。那是有蟑螂、蚂蚁之类的。不是，不至于到蟑螂、蚂蚁，就是非常的乱，它有点异味之类的。异味不好说。不要说，不要说是我说的哦。那讲这个的时候帮我马赛。但是刘心颖的名字还是要上上去。第二题，最多几天没有洗头？我几乎每天都洗头。真的假的？每天，而且我一天，因为进入到全明星运动会之后，我说一天会洗三次。哇，很多次。三次。对，有时候是早上是游泳训练，你就洗一次，然后中午又去训练，然后有一个空档，又太热，因为现在夏天嘛，太热太冷，在操场狂跑步太累，回家只好赶快再洗一次。然后晚上要训练，运动完或者是拍完通告回到家上床前就洗一次。所以你太累，就算想睡觉，你不会直接上床睡觉？不会，我会洗好澡才睡觉。哇，刘心颖多学习。去，讲给你听。我希望这题可以去问他。没问题。刘心颖最多几次几天没有洗头？第三题，希望红蓝两队的谁在黄队？我很喜欢蓝队的 Lucky。Lucky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测试赛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很投缘。然后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两个个性很像。那你那时候很投缘的时候，有交换 Lucky 联络一下？有啊，就有互相交换联系方式。那分队后还有没有？分队后之后他不怎么跟我讲。可能是我们蛮强的啦。红队那个时候是依依跟 Yuri 都在红队，然后觉得好朋友在另外一个，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同一队。睡觉都穿什么？不穿。真的是不穿的，真的哦。对，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的棉被很舒服，棉被就是我的睡衣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好的盖着睡觉这样。第五题，黄队最爱哭的是谁？最爱哭的就是我啊。从成军到现在，不管是录影次数哭最多的，还是每天自主训练，每天看到他们哭的人都是我，就是这边跑步，然后大太阳晒的时候，你就这样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他被酸民骂之后有哭吗？也是会啊，会觉得心情很受伤，然后希望自己的好的表现可以影响到团队，不好的表现就要赶快修正掉。最后一题，第六题，三队经理素颜谁落差最大？小心回答。我想一下，看一下，毕竟都看过他们素颜，落差最大，必须要攻击又不会受伤，我只好攻击林湘了。反正他前面也没有选我。记仇记仇。毁了。